老蒋当老板的人请你说话，你马上就说啊，你是没有太大前途的。老板说有意见吗？你说没有。那个信息是说，我尊重你，你真的要我说，我一定说；你不要我说，我就不说。我们一定要有一段推拖拉的过程，否则这个人就是很吃亏的。老板说有意见吗？你就说一大堆，他就开始跟别人说话了。他根本不听你的，因为中文知道最高明的就是在公众不说，然后私底下到老板办公室跟他密谈两个小时，这个人是最有前途的。你要造成这样的机会，不说不说，才不会乱说；不要不要，才不会乱要。这样各位完全了解，外国人送你礼，你马上说要或者不要，你会表现得很清楚。中国人不会，中国人送你礼，你说不要，千万不要，那么客气干什么？好了好了，放那里好了。你到底要不要？不知道。站在不要不要的立场来要，才不会乱要，才不会要了去坐牢。很多人就是一要就去坐牢，连要的本事都没有，一直在要，这样就对了。你慢慢去体会，